很美哦，好，下一题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再看一次好不好？我再想一下。没有啦，就是要讲这个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很多很多，包括logo 的更新啊等等。可是其实我知道 Vivian 最喜欢的也就是这支产品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以前啊，我很奇怪，因为有些人他很怕太过度油啊，对那种感觉，像我先生就很怕擦乳液，多数人都是怕很油的。但是我就是很喜欢，就是全身都很滋润，包括嘴唇。哦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你今天的油，嘴唇也，你嘴唇是擦防晒油的？对啊，我油成这样。我觉得一定要保持滋润才会看起来年轻。Okay, 那这个黄金比例霜精华，它就是油跟水，它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比例，让你的肌肤就是一直保持很滋润的状态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所以我现在42岁了，那我会建议25岁以后的女生，是你如果能够提早能够预防防老，然后能够多提早先保养自己的肌肤，不要等到干。然后才来保养，那个要花双倍的时间跟金钱去补救，有时候还不一定救得回来。真的，哎，讲得很好啊，这个是专业，而且他刚你25岁以后就要开始防初老，对不对？对，打底很重要，你要延缓你第一条细纹的出现，就是要趁早开始啊。当然，细纹也还好啦。不是，这个是新闻稿里面写的，你不要反驳我。对，我是说，女人有一点细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但是不要是那种看起来憔悴的。有道理，可是我近距离看 Vivian， 她真的是皮肤好到不行哎！大家真的待会有机会可以进。我现在大笑给你看，你看，你确认给观众看一下，对，给你看，好，给我。哎，有，其实有，有啊，自己要露馅，就是自然的状态下的 OK 的，该有的有。那如果能够预防的，我们当然就可以靠碧欧丝来帮我们处理，对不对？会好一点啊。但这个姑娘就是可爱，我们刚刚她一讲，大家都丢了一下，她竟然已经42岁。其实不讲，我们以为她44，但没想到你才42。谢谢。不是，我们不是认识已经29年，你才42啊？你有需要这样说实话吗？我给姐姐朝我请回。本来你搬家，我想要送个礼物的，算了。啊，不用，人家 Elva 有送我保养品了。好了，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维持。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关于产品面，我觉得徐若瑄一定有一些人生的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到底怎么样保持这种状态？我们大家说你是正能量女神嘛，来跟大家交流一下。我觉得就是要快乐啊，快乐才会有正能量。那怎么快乐？我觉得你要从自己生活中很多事情自己去发掘，或者是创造你的快乐。那我觉得让自己皮肤状态一直保持很有自信，也是一种快乐。所以你就要付出努力。那我结婚有不同的生活，多了先生，那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恋爱的感觉也是我的快乐。那现在有了孩子，孩子带给你的生活也是一种快乐。虽然比以前更忙碌，可是我觉得我们都要看好的地方，好的地方，然后你就会很珍惜每一天，很感恩，都很快乐。我们尽量少一点抱怨，因为抱怨，除非你那个抱怨是可以改变事情，让事情更好，你就来抱怨。你的抱怨如果是无效的，就是一直回到原点，一直这样子，那就别抱怨了，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去寻找你的快乐。哇，太感动了。可以开手，你有看到那个可以开手八分之那个圆圆有没有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就是要对事情圆融、圆润、对吧？圆满，看事情圆融，真的太感动。我想再原谅别人。哎，你说的好，又是圆，再来，对，再来，还有圆什么？你来吧。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圆起，不是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刚刚他讲的很对，我们看事情的角度，其实什么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嘛。但他都是看正面，小孩子一定让他很累，可是反而也给他另外一种幸福。就像他刚讲，就因为要带孩子，有时候我素颜的时候还是要保持美丽，这时候就要靠 Bio Essence 的帮忙，对不对？素颜依然很美。还有我也是每个月都要坐飞机，对，干燥的天气上真的很干，我是喝很多很多的水，而且我会带着那个乳液在飞机上擦。是，但是有我们 Bio Essence 就可以防止这些状态。没错。还有现在是换季的季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台北有换季吗？好像没有，对，就是换季的时候也容易让皮肤出状况。对我来讲是每个月都在换季，因为我都在飞，一直在飞，飞到不同的地方，对，季节气候都不一样。是，所以随时都需要保养。所以那个黄金比例霜精华对我是很重要的。太棒了，三句话不离产品又绕回来了，特别好啊。
这就是专业的代言人啊！我认真的，是的，当然发自内心。我跟你讲，九年不是开玩笑。为什么可以合作九年？这个大家很清楚。等一下你自己擦擦看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黄金比例双精华，给他一个机会。好好好，我可以。就涂在你的手上看看。好，我已经用过洗面乳了，非常的舒服。对，那最重要是祝福你们十全十美哈，能够合作九年啊！丽丽带我们翻译，我相信能够合作。你觉得百年好合怎么样？你啥？你这么贪心啊？哎，九年就已经很夸张，其实你也不要太得意。百年好合，最后你发现我都入股了，开玩笑的。好，我们期待有更长远的合作。那如果啊，那既然你想要十全十美，Vivian 再帮我们翻译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明年续约的话，你不要涨价，好不好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真的吗？对，其实大家就知道，过去九年合作就是因为它价钱合理。对，但是我会要求。啊、什么？等一下你刚刚讲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因为你功效能卓越，效果非常好，代言的销售是跑第一。我有我的价值存在。I know, I know. 除了保养以外， yeah. 我也很养生，是，我也很健康，也在健身。Oh, OK， 因为保养品是由内而外的，对，不只是这样子。明白，而且素颜都很美，对不对？好，还行。请徐若瑄到后台卸妆，我们稍后15分钟后，我们再有种再回到这个舞台上。好了，我们真的要做 ending 了，聊了半天，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，老朋友见面话匣子一开，不过最重要是看到 Vivian 都能够感染给各位许多的能量跟笑容，这一切是他自己努力以及 Bio Essence Feels 给他的加持，谢谢 Vivian， 谢谢。